我也想要。这样这么好刷牙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虎。看，怎么了？你在臭美吗？哎，是，我很怀念以前当平面模特时候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还香不香过了？就是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娜琳。今天我准备了小火东西。这不是给我准备的吗？你最近在减肥，这些都是我的，要吃就吃个够。什么你的都是我的？哼，你不是要重操旧业吗？你不拍照了？小虎，我是一个吃播，但是世上这种东西我不能丢。朋友们，虽然我胖了，但是我还要做个美人。那老公，阿诺，那东西不是太小，快点能吃到鱼、豆腐、咸蛋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一般楼需要很长时间，所以先很快就能吃的。你真的厉害，现在济南不能在外面吃饭，你在家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。为了你准备的。哇，老公豆腐已经可以了呀。是原味的，鲜原味。你这蛋不是吗？为什么用猪杀？完美。这两个酱料混在一块吧。我的小物准备完了，给你的。你的你的，一人四个。对对，哦，都给完了。做酱料太好吃了。酱料秘制的。酱料饭店不错，小饭店。以后不用再来一杯吃了，在家里吃算你够吃的。在外面还不好意思吃饭，所以我们直接带的。很好。小虾虾。老板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好吃啊。好吃的话少吃一点就可以了。饭店的老板最开心什么？直接的烤肉，吃的好吃的，很有肉吃的，所以他很赚钱的。老板，老板，这里如果给我下线，其实没关系，我会吃。我也想要。这样这么刷牙，你看，太没意思，一定要。认真，认真，认真。我喜欢吃鱼，因为鱼不长胖。那我吃腰子吧。你喜欢吃腰子吗？不喜欢吃，你吃。所以这个买了很少，因为你喜欢吃的。对。我是你剩的。这是我的。谁送的？我不要买的。吃能吃的部位吧。好吃。我非常想吃鸡翅。哇，完了。啊，小不这么好吃。你吃肉就可以了。哇，叫小齐卤汁扑通。完美。拍拍赞助，谢谢大家，请点击看爱吃的视频，拜拜。